东西能方便啊，这个人吧，人就是咱个意思，到东西发信息，发就是信息嘛，哦，啊信息到尾啊，我今天来邀请伊做，哦，这个啊叫诶，对过来电当中啊，来做一个合适嘛，啊所以东西不今天伊哩店面出街，店店面做方便一些，就出街嘛，爱往上放下。啊、所以这个一年，我讲新秀，我讲千余亿，哦，这两个，哦，那个股票，但是目前没有做，这个风险很大，它会有这个很高的，但新秀嘛是今天没有的，我不一定，哦，那是说错的，那边一定嘛，是东西嘛做的，但是讲一定，但我做了，大家等到现在才讲。迄、这个机会大，叫到即个咱个夫妻客，跟他请到什么人？即个什么？哦，什么干？哦，是干。哦，去要他请他做的。桂林人讲，我已经老啊，我已经老啊啦，有什么哩？讲这心理上，当伊要讲个是爱你啊，爱你，那是爱着伊。所以你伊嘛袂去安尼，伊嘛袂去安尼个，所以伊个重要。啊，伊遐四间，他讲我对你有四间，他四间咧唔同，比较好些。对，我先来告诉你。啊，伊个即地上，当然嘛是伊迄个新秀，伫迄个时阵，我新秀个当中，啊，讲即个地啊，地上，哦，即个做地上个地方，他是代表嘛。啊，不要看，那么就你的经验来拜票，那么做会，哦，按会员可以然后去还款，哦，再然后你做客然后去还款，啊，所以你告诉客拜做会，对嘛？啊，但你先告诉好会出来，把一年的东西，你这个新酒，新酒一罐满新酒的得意新酒，他都会他，就你公司变，哦，那个做会人家嘛。但是为了当然，那你讲说你去看会议吧，你若讲出来了哦，足清楚。所以你迄个当中啊，那迄、這个，迄、這个那个八十八师，迄、這个时阵，哦，你啊做会议，你去开的时阵啊做会议，迄、那个，迄、那个所在，比较细，比较细，因为你讲，哦，你讲，迄、那个，那个。清晰嘛，按空格性嘛，嗯，哦，按到位当中呢，伊有办法给你选择啥规划，我说那人话就说，啊，那个啊，做语言这边的顾问，哦，按照那个以公司，他的酒店，什么酒店，他带你去哪天，哦，他那个聘聘，聘有聘的吼，啊，迄个我话给他聘有聘，不耍气。哦，啊，伊若做会员，伊哩伊念过一寡物件，虽然定吼，那个我下头我是八点半起，嗯，当时的时阵，哦，即个那个是按点过了二十三，这一块点这一块，难怪讲伊是一个地方公务员，真的是真正有担当的一个人物啦吼。那当然，理想到一寡，都必须得问啦吼。这保证地销第一很舒服，哦，地销跟地销，哦，你最好是保证哦，不说三千块啦，有人最小心啦，给助理盖碗你高兴啦，哦，因为不说三千块啦，那么三千块跟高工就是咧讲啦，哦，就是叫做销，也叫做销嘛，也叫做销嘛，吼。相嘛，啊，顶个领导，好，领导，我给上去了啥？因为是三千，华人嘛，啊，后面你认为是哪些推荐地的钱嘛？那不是三千，那是最小心的，不给他不行，不给他不，最
最想成的那个故事，一些空间之间，那这些的香氛，香氛的是这个数阶段，比如不共数阶段，后几阶段了后，这香氛了后，比如你听分说共这数阶段，所以比如你转入了香氛了后，你就入了阿兰，你进阿兰，这个的哦，这个的。阿仙嘛吼，那功夫就是阿仙。因讲就是讲，不是讲十二因缘法，只要十二因缘法在当中，你入完了，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嘛，哦，这个菩萨就是不都是讲六道万法，哦，六道万法，你进入六道万法，这个是上仙，这个菩萨。方程的空间嘛，哦，对烟缸，对香氛，烟缸到五十，那这个香氛的这东西一样，跟那个阿拉兰的东西嘛，阿星的阿拉兰的东西，用心的这东西一样，一起过，哦，一起过的嘛，哦，这个一起过，这个菩萨四千万，这个菩萨要达到万万的东西的，嗯，这个菩萨，菩提萨埵。菩提萨埵，菩提，菩提，不，萨埵，菩提萨，菩提萨埵，干咩来着？啊，这个菩萨在做这个法，啊，这萨埵呢？哦，这个菩提就叫做大，这个萨埵就是叫做幽静。啊，对。或者在说这个大幽静，幽静的众生，这个幽静的众生。但是你今天你两个主角，你主角，你还修行，你修行，像你修行，阿拉，那什么阿拉汉就阿拉汉，阿拉。跟其他人也有文化，哦，比如说文化，所以现在一个个基本都人在做这个，人们觉得那么有，有些人他先搞个哪一关，先搞蛋糕，先多人些，多人，我那么多，那搞的东西，今天是多人，这哪是经验？一共就为一年找，反正都没人。你咁介绍一下这边啊？你讲听道理，心情听咧，常常爱我听。嗯嗯嗯。当时你若讲要咧看一个电影，要听一句话，要看一个哪一哪一到要人气要创哪一画面哪里？嗯嗯。这个人心情，所以进众生，它实际是无错。众生哦，众生分做不了位哦。就讲就温心，就开心，就心情，就化心，就忧心，就不心，就悲心，就无心。笑，这种是众生的能力哦，这是众生的能力哦。但是咱要认一个人的心，有什么感觉？我问观众，有不能好改？这个不能好改，你别负责得了，你慢慢好，你的心情就像像东西的时阵啊，什么人？咱讲个话，咱个就通过一些人方法好用，你不实际，但是，嗯，这虽然你是嘛是人，咱人嘛是一个人哦，你啥事有得事啊？工作你是靠爸爸，所以你本来我一个真正心爱地主，一人真爱爸爸啊，啊，我讲肯定别人讲我不巧，那个的哦，也是靠，都是因为是空心的。因为人家死了，帮助靠边人家死他的，或者这方面就是这样，一寸钱都拿不到钱，哦，所以讲，我不是我，我们为这个重要呢，给你引起呢，那不见得，哦，给
很幸运的。那其他方法很结合呢，会当休息、换点心呢，会当较早回来呢，那变成多少无用。哇，是讲恁大，我有送你些物件，啊，有饼，还过年了，讲恁爷爷恁奶奶都送一间大摊，送一间，那送一扫，都无嘛吼。是安尼，因为咱做花店的时阵，啊，做花店人就唱歌，唱。听到在个听，在个听，啊！你答案，你答案太对啦，这么多原因，因为咱摒弃掉了有些老实心，你无这个思想，你无这个思想，你别有情况去说。真正呢，哦，我都讲了，你讲人家一个人，这是别人，别人跳舞啊，别人，别人，我那个跳舞不好办了，哦，别人你不应该。咱就无用，你听讲就无用，听讲，啊，心里就受伤。你心里做咩，咱就甲你分别出来。我讲你心里，所以你叫做处，处叫做处啦，处应处的处，啊，应处的这个去向，处向，处你的向，你今日对，哪座房间，你的处向，你今日。你今天出去跳去跳舞，后日你肯定要跳舞。事实是安尼啊，我这是不敢讲的。但是你在培养你的处长，就是静静后面加一个，加一个，加一个静。正处长，能加一个，能加一个啊。嗯哼哼。能加一个啊。那以后连他虾啦，虾处的。所以，如果他无，应该无，消防无，这边的属性的，这个你们肯定是属性的。哦，我天气如何？哇，有人打啊，有阿修罗啊，有罗比德啊，有叫圣德啊，地狱德啊。啊，这几种人本来这个性的是这种交集。那个维修方案很危险，那是肯定万一，因为我不招兵了，对不对？我不会出，这个出了不招兵了，对不对？麻烦就是个麻烦，找个阿星的，我这个出了不招兵，跑上得了。所以我今天去，这回第一是通地，这回第一是什么？白天，白天你那通地要四个人啊，能叫四个人学习，那是闭关的，你说对吗？算得对，你不会算对。迄个、迄个那汤地、迄个汤水，你淹死啊！汤水到底你怎带汤？你的光、你的器官在哪里？你地水啊，那你不健康。我讲个意思，你听好无？是个比喻啦。你今日今日粗粮啦，拢伫遐咧抢，拢会抢到后面哩，用不着就是点着，到底是啥？你今日今日粗粮啦，拢伫火速到。你不得往上走，你后面那个啥往上走，这是走为你的结果。后面那个人包围你啦，哇，叫谁过来？你等谁往哪？你等哪往哪？你等哪往哪？你旁边，旁边啊！你今天你这就是等谁往哪？你这边行到就是等谁往哪？那些小事情该等的，不是办的人等的。那你小事情方面，都得叫啊，其他事情该等嘛等的，等等的等。世间人啊，世间是偏向偏向的。我贵，我讲一个故事。我遐有一个人叫，他上做甲做一个囡仔，做甲做的，啊，他上做无菜，要阿爹买无菜，到一个苦无聊伊啊，伊啊因为做西工啊，对不对？啊，伊年纪就我做经理，他做经理二千六百块，咱硬啊一个西工好，那西工好是怎样？你若要甲讲起，咱地瓜茶，啊，都点啦，点茶楼啦吼，啊，做些地做好些，我计西瓜包啊，你快点做好些。有一个客户，我买了一年茶色，咱就只能等你，我让你吹，地瓜茶吼，就安尼。好。而且，以后要买吼，等你一个，我等再吹一个啊，好好好。恁哪能等你？是我们出钱的，到你们出钱，你啊，到你们出钱，我们出钱。啊，我就是，啊，就是，
有需要出出来吼，啊出出来后壁搞需要，哎，伊个当然，伊叫人马上办，哎办，啊办就恐怕袂办，哦，我得啦，他是我进公安局出来，有一日当中就问清个，问清个啥，少年啊，因迄个在公安啦，问清个公安就是问清个，问清个公安，我靠，真个公安。寿星的人，就是老鬼，叫当爷啊！那些寿星要么是一马就做，要么寿星就拿这两个，当个书记的话，因为你，我根本就等等你，我想等等你家己的，亲戚帮忙嘛吼，啊，招人嘛，你得三公斤的去，去招招爷啊，对不？哦，一斤的，一斤加个市场的，我一定一斤。啊，先练练只叫去啊，练只叫。啊，伊当入去啊，练只叫啦，发觉我伊在笑笑。那个，一般常常一般都稍微笑笑，一叫请我来一叫，一叫这阿不灵气吼，那么想跳啊，啊，我们这个一叫，阿练啦，啊，一般常常这是，哦，你得给到我发工嘛，哎，爱发笑。这个小孩没有小孩，那小孩的脸都在哪里？伢那个，你妈的老公，阿公老外就是公老外。我记得你也厉害哈，是个小小的，一个无把握，哦，把公，能量的，能量的，哪里？我讲我脸公啊，真好写，你好。他就讲讲，西公话是伊的西公啦，西公话是伊的西公，伊是拜西公。哦，你说的对啦，我们所以到这里啊，啊，耶稣，耶稣，老师跟我讲的，那错了，我错了，对。我一讲完的话，我听就稍微怪怪，哎，对，现在现在，生活应该吼，做，做这一样吼，应该啦，这条路应该熟悉啦，不能在这里穿。现在，那在，他基本上到这里啊，你这里穿半年的吼，啊，你这里穿这个里。是啊，不要做西工尔，干嘛干嘛干嘛卖啊？哦，你要开始来做，阿老师跟你讲，你西大你干，你干你的生意错咯，那你的辛苦干，那你等在，对吧？所以，我嘛下面呢，呢个人怕哪里怕哪里，反正下面呢人工那个，哎嘛，全部从新那个安尼啊，然后新的面色。啊，所以咱个公安之间，第一，咱进入的是家己咧等人的时候，咱进入的是家己咧做家己道路，唔是恁惊恁惊恁惊惊死的，你开话是惊死道路，像这个好笑跟这个好笑，那么还能够表现出这样，怎么出这名啊？他这个到底想我不应该干过什么？那俺就是叫你们操劳吧，叫你们干活啊，叫你们回乡来干活啊。所以这是一个，哦，一个我们讲讲一件物件，但是这物件大概是后壁讲的后壁。所以咱讲讲，不说三心，有说最首先，哦，先三心，哦，有说最首先啦，哦，先分应该菩萨，应该叫做辟支分，这个阿罗汉辟支分菩萨，菩萨第二个就是，我话以前就先当以前。所以因为伊就无好，所以咱今日囡仔去到庙寺，大部分拢有安那，吼安尼，阿都来十八村户，我十八阿都即条包出大条包出，这个十八阿都来，那十八阿都来当叫咩叫叫一路，一个路啦，啊叫一路咧就猜，就是因，啊因即嘛就是即条包的，啊是条包的。这边啊，有些人这边，啊，那十八做位的感觉哦，就跟讲十八罗汉，你两个小小人，拢要差这路，差这个地，哦，伊分一个罗汉之路，一个无啦，安听啦吼，唔菩萨道啊哦，菩萨道啊哦，这个菩萨道这个路哦，这个菩萨道安听咧吼，这菩萨，啊，这个菩萨这个路，有罗汉。有地主，有地主，所以各位无相像啊！
又搁会作怪个啊，又搁会无相，搁会无相像，当然因为伊个，伊个细汉个阿婆人，大家下下做一个啊，无相。所以这就是因为伊个思想所在，伊过去而且过去方面，过去做法有一个思想，有一个匠心来度化，所以伊个叫做菩提甲有情度化，有情匠心，安尼伊个话。好、哦，当然是进修里面啊，摸一下，你看摸一下，一直摸摸到一挂，摸到十就是爆炸。哎，爆炸哪能搞的？这种一点，对，初点、二点、三点、四点、五点、十点、爆炸。啊，因一到第八、第九、第七、第七，就是爱在修行这边，第八、第九就是不退、不退转地、不退转。一定成功。啊，到五菩萨、摩诃萨，应该是第七，应该到第七、第八。因为可能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四地菩萨、五地菩萨，第七即个初地地啦吼。即个地，伊有迄个地位啊，伊有迄个地啊，吼。啊，所以呢，伊已经五十二菩萨位内底当中，第一叫做信心，第二叫做摄诸，第三叫做摄行。第四叫做实归向，并不当叫实地，啊来当作叫做哪，来叫做妙觉，应叫妙觉，大家呢，大家叫做五十二菩萨，我们讲讲这个听好，所以因即嘛，地上咧问这个特别三心的咧，这朋友，就阿都最上心，地主离开，我就告诉我地主我好像唔得，这个讲什么道理？讲什么意思？是不是你有福德？哦，你的时阵啊，读书啊，做嘢，你得个排水，这个物件要清楚，思想，哦，思想，懂吗？内观主观心，莫掉妄想，我叫素心，人心左右偏差，哦，即嘛见闻转向是小心，无法改变是中心，依法。个性在先，办法是通，哦，即段当中，伊只要一个公道的啊，不在高阶，伊只要一个公道，伊个就是讲，逆主逆观主观心，逆的是讲，但因为必须逆，你唔忙去看下，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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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只要一个问题，你只要心，咱只要心有清净无，咱只要心有叫亮着无。所以叫做内观，咱想的就是内观，哦，那你我刚刚叫做审查、心查、心查、心查，哦，审查，哦，你家己心的关键，你家己内心世界，你家己有你，纯粹你家己内心世界的方面哦，你内心世界的定义。你内心世界的贪嗔痴，这里面的事叫啥？一心有定内观，内观就是观。但咱的内观的人代表我，既然内观代表我，那你们要搞定，不知道。这个其他的所有的人员都搞不定，先不定，搞不定，搞不定，那肯定都不心善的肯定。见这边所在，但如果感觉讲，今日去等讲别人唔对，就是咱唔对啦。恁讲别人唔对，就是咱唔对啦。你今日若不清净，看别人拢是不，伊讲是不。啊，你看别人变得热情，一定要起一个唔对了嘛。啊，唔对了，就是唔对啦。你不能讲把别人做色变物件，啊，不能用，啥不能用，因为咱的地位。现在定好起来，有那种地心，那地心是什么地方？那地心是什么规律呢？那地心要看它做吹掉的，要看它做掉的。真正是安尼哦，地心愈强愈无消沉，你相信？地心愈强愈无消沉啊！所以讲一辈官呐，讲消暑唔爱赢啊，啊来呢，消啊消沉就唔爱输啊，啊去学地心。啊！就迄个、迄个套路啊，
你不敢用那个靠的力量，这个水的定位啦，这个水的定位啦，哦，无论哪造言，你不想想来观啦，速通变心通，啊，就如命是如空。当时呢，后遗传变心观，啊，出现不相通。那头先来讲，速通变心通，那心得力，我变得心靠。你心甲嘴咧讲爱伊人、盲人啦，毛是讲是人啦，啊心笑是人啦，啊嘴讲是人啦。嘿，那你靠爱有疏通甲心通，疏通甲心通，就是讲你心靠有道理，迄叫做无字。心甲嘴拢相像，迄说对个，如一处一空，就参详一处一个虚空内底。千金幽水，千金幽水是千金个，万里无云啦。不能很好的很好的那个心靠的路你现在打到心靠的你要不真正练过要不真正行过要不真正用心过你不能很好的很好的你这边就靠给你靠三个三个是威武，有对策无？我甲你讲，正确。我卖伫咧分析，甲你分析。因为，我是在给对策来说话啦。我是在给对策来说话，我讲啦。因为我自己买咧贵，两日买咧贵，我特别买咧贵。我痛苦买咧贵，我快乐买咧贵。好，我无甲计较买咧贵。我把计划买过，到这个问题都是家己心念造出来物件，你放这边，放这边就是。先我当一个，先我当一个先讲，因为咱只要心无存疑空，咱只要出疑疑空，咱只要心念我们敢造，所以不管是哪里对策，哪里是非，哪里啊，把我们变成我们。所以你看我在放下了但是我变了我今天放下了今天放下了我再来看哪一个哦该看的哦哪一个地方我的今天也能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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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这个心嘛，啊，就是咧有行心功嘛，所以一切问题是咧，他地内心的世界，他地方面对方面下心的下，他把人关了回家，因为这个道理你要把他把人关了，你家己管理家己世界，钱刚出水，钱刚到管理户，而且呢，你搞的是做在忙，反正你搞的是做在忙的用。电脑里底，伊只心啊，第二里底嘛，伊只心啊，较无力，较无力，伊在个所在，伊快不着是电脑啊，伊个不着电，第二个，所以一点道理也难了。你关注尊心，你忙靠外靠，你忙靠外靠，别人都外靠无定性，外靠无歹人，你内底有歹人，你内底人，哎，这个世界混乱。你的这个魔鬼世界是魔鬼吗？那你讲听哦，所以咱打出来，把你内心的世界，你内心的执着，你内心的执着，心，你心的心，这个心，都讲，咱先大伙来讲，咱内底这尊佛呐，大尊者，你这叫魔，对不对？我讲你听好了。你只毛回来个，伊就不大尊敬你。你只毛回来叫二类啊，伊太大，伊太大声嘿。你只毛回来大声嘿，你只不得必心啊，是做不了。你只你开始做不到，只毛去有无？只毛咧做业咧做这种的吼，让你做不到安尼了，让你安尼了。安尼讲听，啊，咱的毛就是讲咱的识。这个色心，咱的这个不就是讲咱地位？
用，不用了，我要先给人表智慧。你不能让表智慧呢，让人表无明呢，是不是？让人表无用无明，他变成羡慕你。都不要的，什么人？叫什么人来安怎？什么人来安怎？什么人来？那是拢不要这物件，实在不行的。学到学三年、五年、十年，甚至学到一世人，一年不行的。一年都讲，那都对家己内心世界去用，嘛不要讲用外口。安怎？安尼叫做德学双养。你就是上好个啦，啊！你好个话，你了上嘛。这个核心稍微看掉了，啊，咱照着是清晰的话，你外口咧聊，咧聊，咧聊，啊，讲到上好，啊，咱今日学到就是拢伫外口，咧计较到比较，咱真正学到，我对核心世界，对这个源头是个站起来，咱两个站起来，所以目标我，目标我，我想一切外口一切想，拢无用一点。对你的心思的话，那他做应该发出去。我就为了这个目标，内心世界啊，我就发想。那就让那些心里看到心里看到心里。所以这些人的经验就是，所以我讲，慢慢，我明明都讲良心话，我。他的这个关啊，他的嘛，包括的，另外些的事情。那么实用的能力咯，但是咱特别是实用的能力，办案那是真难，不是实用啊能力咯，这是真的。就是你能力咯，但是恁只能当包容一切，不能接受一切，这个。不是我用我的能力去压倒啦，不是。所以这点当中，就是你们心怀的一个作用。哦，我不思想，人生就会有正常。好，这是靠这物件，我这物件，这物件是变出来。你听我，这物件是变出来，是当时我为了你哦，就是那方便把变出来，到时候改，有佛，有菩萨，有只有阿弥陀佛。哦，靠天师。好啦，阿是，这是我开始咧当变出来，其实这是我当时一个心，当时咧一个心尔啦，啊，这个心造出来物件，啊，造你家咧就你就讲我地方就是有病咯，啊，到底好伊滴，我说安尼啊，啊，你当变出来，变一个，我咧人好伊安尼，我说我变起我阿来，这个属性地，我讲属性地，阿是叫多叫多。当你的心，啊，所以这个属性，这是偏差，所以万物属性，哦，万物属性啊，让你差，让你心的差别，我就讲过没？那想到了几家，当你一回，啊，你去跳舞啦，啊，你去烧酒啦，后来去唱歌啦，后来去走量啦，更啥个？这个偏差嘛，哦，这个偏差嘛。人我就想一个处用，爱处用就是你讲偏的，一个狭处用，一个处，一个趣，一个培养的兴趣。啊，那天哪，培养一个学问的兴趣，培养一下，甚至我给你讲，有道理要给你讲，你都别装装的。你哪无兴趣，你要花钱用，这个哦，迄个两兄弟来阿阿的。我也知道，那我找你的是安尼啊？我做面的时阵，我老爸上面叫我一下，啊，实际上接了个三千块钱一个租金，啊，人写是一个，嘛，对，一个正货干嘛？哦，做欠人，你是这个欠我，我爸爸就是想，因为听到啊，那听到你我听到道理好，那是爆发的，你心情压上天了。阿姐爸，阿你讲你的，讲你讲诶，阿什么？阿爸，你阿说的对吗？你两个后面，你觉得你有人好，好还是有人不好？好还是有人听阿那吗？阿你讲我不是说你，我那么
那个硬，那个才会发芽，皮肤造成，不造成硬化就喝了。我们在，我们平常的练习，找点稍微对，代表这些东西。因为我这么想讲，跟恁两个协力，恁就当是讲硬，恁就要听听道理。我认错，这个认错不要你听，也有我发现。但是迄个发心入去了后，真正啊有兴趣，做一个发画面马上。所以今日上个课，即个心的工作是认真在工作，实在是。听好笑，言文转向是小心，听好咯。即个即个作为讲，我讲个哦，言文转向是小。见就是讲我看到，闻就是我听到，观我自尊听到一部经典，我看到这经典，啊看到了啊起来，我才安尼讲听，转向啊，这是上界上界的属性咧，是上界。以前问他在哪工作物件，那做在哪工作物件有钱来，安那个东西。伊若真正来教，见闻，上我捌讲的，有分做持名上、持名受法、观想受法、观想受法，这个受法，伊即就是上，啊，即就是伊上，就是因为咧安住你叫什么病，伊咧人啊，是心浮躁，那倒霉就会安住你这个心，很可怜。那囡仔吼，那就发，但是讲你你不在，你母亲你很花，哎，你他可能你就老会放不下走，啊，你那个利息不是息的，利息放下回来噻，利息不利息不出的，给你还分处分息，利息你放四周期，啊，别不会那个，啊，也折腾天亏了，你这个天亏的干亏，你这。不做而终之，对吧？你看，不是做还要写，因为讲不得啊。所以你第一步你要当利息啊，这个是我的在做中这条子，你别在你问有这结果也不对，就是不能行为啊，做不得不能行啊，这是菩萨。这关就是娑婆提，娑婆提就是第一关了，就是开始要请人来。啊，你今天就是要停止。你看到经典了后，我闻到经典了，不是是让你大家咧，大家咧想见。哦，以前来讲，哦，是是说，就是后面出个问题，我法解伊是中心，我法解伊啊。你今日这个上见闻的经典，你起来我法，咱过去讲，今日讲的没有。咱为新娘求你讲个道理给人听，哦，我未来时阵，咱创求你讲人做人面给人听，这叫做哪面好？咱去改伊，就是讲咱看一部经典咧看无，但是到底这部经典是有哪位，我唔知，所以今日我就是要人了解伊义理，我安排，我是我去要求。我们不能讲行为啦，吼，不是讲事，因为有其他我讲行为啦。伊讲吼，伊回去老路上边，给，哎呦，伊有上个初期班啊，初期班啊，初期班听我，就是讲方丈，哦，对，我就这里面初期班，伊那个方初期班上个多，安尼啦。啊，有一日，我来找你，我讲，如是我问你是不在笑的，一秋一波落单，你这样在想吗？我问啊，哎，我师兄，一秋一波落单，这波是怎样？他这结果怎样？对啊，怎样？听我讲是，我听我先讲是，因为小班做七班。你对我们这两个就是做简单，无一定这样子多方便，唔知影个意思。我对头讲出来，我阿赞同个，心里好，心里好，我肯定个，你有这方法。
因过去就是啥，拢做了。进人啊，一个安装，我唔是讲无好做了嘛，是讲代志，我唔是讲无好。嘛，还有一个新料，还有一个新料，唔是讲唔好哦。你讲我，你讲唔好是，你是会当惊压完，会当打，咱打表去，我是安国，哦，啊，所以因过去，因为我咧讲吼，咱迄个引进好多迄物，你不要反对，吼、哦，啊，所以呢，引进当中。因为就是慢慢倒来，但是对各地发的了解当中，疫情当中，科学感这么强，我唔只批评啊，我今日如果你来到少年的时间，来去上一帮学校，你发所有面个，一定是发现唔同，真正你就好。所以应该来讲，阿叔来讲，我发解义是用这个义，是行义。因为你听无生意啊，这个字，唔是一般的个兄弟的字，这个字是第一字，咱老早讲叫是第一字，这个字就是讲印尼的战术，它的。你学会这一个可以，所以这是叫做行意，哦，所以第二是重心，依法修持，修行是大事，依法就是教导咱改的技巧里面，哦，我这样电脑开着，你电脑开着，你我都把这个电脑啊放上去。丢二手丢个电脑，只要我的话，放两年，过来拿出来来，你会打我。恁这部金顶去着了后，你如果到金顶的内底，把伊金顶的物件个放大，哦，迄个叫什么比邻技术？你我都甲放大迄个物件。如果金顶内到迄个物件了后，你看到这部金顶去着了后，你会打我到位，啊，一年，你分了。公办嘛，你无迄个公办，咱唔是家里的儿童会，咱借，咱一样干，他们就借，是干，他们就借，伊会晓讲人家来借，但是伊唔当人家来借，肯定是输伊物件。所以咱今日真正是要甲这依法行持，我做下。现在我改反省，我三十几年做这件事，一年无进步，没有成长，问题出在你的手上。问题出在，因为咱真正这条嘛，咱的习惯比较好，还是咱的地图不行，所以这嘛是拢咱自己反省。是不是咱当时学习经典，咱无教，我都是跟你家教去的。哦，有没有道理？哦，大家讲的是真啊。时间，迄条叫恶性时间，你就哦，这个在经济上面，这个可能教不了。所以这种跟你教，那还要依法行事才行。后边这叫包浆火山了哈，包浆火山，万法尽通。万法不变，一切不了，离诸法相，一切无所得，名为最上相。万法之道，万法不变，离诸法相。金刚经第24分内底讲，离一切诸法是名诸法，离一切诸相是名诸法。大家有错了？咱我讲离开一切诸法相，咱离未开呢？恁娘，恁发着物件叫恁娘哩，啊，较早单人先讲，一寡温州的小姐去写到文字，今天三发表，叫恁娘，把手叫恁娘，空间叫恁娘，今天三星期叫恁娘，摄像、摄像、画像，叫我谢谢。啊，发着一件物件了后，意思，咱马上就是一经。
这件物件，这件漂亮的衫，到底咱的姓名？这件物件是咱的姓啊，你听。哦，啊，你要甲放这件衫，你要甲放这件衫放在哪里？你明白？你不明白？他需要把这什么衫？衫都不是，要归我，秘密的肉嘞，干杯。我想对面，你想入围多少？你想入金标？我们站在叫对不对？好，有人叫对我喊你对面，我呢，我们对面三分钟背，我到背，我是叫我为人家商量，那几个简单的，我都面对这做小标啊，一点三一点三的小名单的新标啊，那不留意，那不留意。你无去甲买倒来，你无去甲买倒来，你的心，你甲买倒来，我好用。伊咧食咸味啊，你甲买倒来，对我是好用。哈哈哈！你安心啊，你食是把硬，你的物件硬打掉，你甲买哪？所以讲，你希望就是咱无万物是作对，因一切做事的内底，你一切做事尽量做，你一切做事尽量。你一起做小，基本上，但不能你一直做小，你这个办法，行，行，用，你，穷，啊，这个要点嘛哈，哦，这个要点，行，这个标小，行行小，行行用胖胖小，比比小人家，那么个小路，穷到穷掉，哦，发就是微信开始的梦想。啊，是不是这六斤一个人穿，一个人穿，都是新鲜的味道。啊，伊六斤穿六斤，啊是六斤嘛。哦，六斤，跟你必须心意。这六斤你穿着六斤，六斤加六斤，必须哪？哪种食？跟食，跟你必须心意，这就是造成。啊，食就是不分辨嘛，食就是在叫做计较嘛，这个食。这个食，你有这个物件，这叫做分别，分别相。这个分别自我相，分别自我相，意味着是有这个食，分别自我相。所以说，咱来讲，专食先地，欲人专处不留情。环境应处那家的，我把六亲各有转，但用绵绵无实性，但用绵绵无实性，有人专处不留情，环境应处那家的，有人专处，这专处的，这专，这个专处的是现在专识心地，转世成事。有人遵处，因为专制的物件，你袂使要求。好，我做啊，我做啊，无去的袂使。你唔能管，家己放慢空间。你空间，你就叫人。你这种空间较强，这较需要，这较强，这较需要。你看，这个怕人，这个怕人，这个怕鬼哦，这个没有，这个怕是主力哦，这个好人。但是这后面有这么多人，这还是做不了。所以今天他们不是真正，你入去了，你来到万法尽空，万法不变，那做不了。来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故，何其自性来，本自什么呀？无相。何其自性，本不生灭。本自无相，就是咧来讲这物件，叫做万物是拢万物。伊本来具备遐物件，无相遐物件，你叫做万物无相的物件。啊，你万物无相的这当中咧，伊后壁迄句话共款啊，即句话画出来。而万法尽空万物，一切不了，就是你万法内底当中，你万法内底无了，你万法内底尽空。
受到的力量，真方便。今天呢，我听到这边有一点高的人说，如果我们变小，如果我们是，因为得一些功德力量，一些功德力量，他看业务也做出来，今天他看业务也做出来，所以，哦，一切立足我上。不受点，比如这些，你得提前明了。嗯。你提前明了，所以你今天不足够，那是真空；不足有，那是真点。我不讲讲嘛，不得多少尼菩萨比的，你讲要加第四十个菩萨比的功德，不用不，不用不，哎，是不是？赶快找个楼梯，哎。十住安住，行过十个楼梯。第三啊，十行，行过十个楼梯。第四，十回向。你行，但是当你做到功德，那回向往上升，你未使家己。你家己输掉咧，你功德无大，啊你嘛无功德。所以不足够那是真空，不足有那是真定，老前人讲。啊，你有足够足有。安尼你唔少钱，你有当时。所以你今日各位来讲，叫咱啦，你各位来讲，一无所得。你唔好做大工程，你唔好做大好。做这工程来得预预备工程，做大好过来得当预备工程。那嘛安尼就差不多，差不多。到底他们要做骗你的，差不多多少？安尼呢？但是，迄个高品就是叫做哪？叫做钱。迄个高品叫做钱啊，即讲，即个，即叫，即讲即叫，好无？好有足侪物件。啊，若安尼出大，即种物件，你拢会摸掉嘞，拢会接掉嘞。安尼你就会到你，你就会做。这个是你的啦吼，我一杯啦。你若接个一杯，你做一杯尔。杯尔起只，结果无，就去后尾结果来其他。你一杯水，你若倒去大海落去，倒去池塘落去，这个最消耗能源。因为你这杯水甲大海一杯啊，你一杯水甲池塘，所以这个是无聊。一无所得哦，但是一无所得那是大忌哦。你一心跟大海融合在一起，你第一跟大海融合在一起啦，你一跟它磁场就就不对了嘛。你不是你换别了，你一跟它火山它滚融合在一起啊，你功德大。嗯。不是功德大，不是你接掉，不是你接过去做，不是这样。你是接到去做，变成黑龙江。所以你应该学的是什么？行业啊，忘记啊，忘记啊！我感觉，我感觉，你啊，今天啊，跟咱们个夕阳哦，阿都睡到一点，我为什么这种代志？然后这代志我不是有的话，我是我有退休，我阿有考级。我会当替社会有需要的人做个工作。我比如讲，演员在说两个东西，我也想做，我会趁钱啊。我若把这个奉献去把这个叫做炒，嘛无人会不管。那么是，是两边去敷衍嘛。但是我是讲，今天你，我不是为了做事业，我嘛为做这道亲，咱做这道亲，做这老板，当今天你生意。我好用到伊个时阵，我老晒，我爱好。哦，我那是做钱，我好用心啦。我做起变化，人家讲，一旦人家讲那个活动，那个活动，就是起个，注意起个呢，健身呢，伊在要传顺意。一叫我呢，干过，更也是个商业问题。
伊个厝甲伊起个厝是共款。伊个管老师太好，那个就是被遗弃啊，无爱啊。就去了讲原因，他讲，你梦想是当老板，你想当当老板，这个大家觉得特别的，大家觉得特别的。一天你要放假，花了反正心情都回来。啊，你放假放到的高峰，你该管特别的。你也得心跳，你能放不下来。那你以为老人病也是气候？一会儿老人啊，眼睛都变黄变青啊，太可悲了。你能够带上你，一等一等到了，那天到西北去，因为咱旅游的愿望中心。哪些也好，隆重说些，咱从少年看到中年的天花，别做人家三心花心灰心的那种颜色。那你给让我重新买个那个德性学校，一中有尊严，中有敬老，这中国或者中国对你有一个尊严，一些观念，咱才啊，壮有所用，老有所终，对不对？你难讲。众有所用，咱大家是利用你众有所用，拢利用些人，让你物质方面，那个药啊，那个翻译啊，那个别人出现那个变数大，大家可能发现了嘛，这是咱众有所用。那个老民有所终，到老了，那个得了，无所终。但是一点不是我讲过好势，嘛真正吃饱，嘛真正我讲。边啊，老兵都会去。如果要讲来咱旅游的，跟我分享，伊也欢喜的，伊也做欢喜的。啊，当然在旅游说的，我做少年，有侬面听话，我做少年的，你要开心，我先不会心容你要走。啊，今天你哪是奸人，伊也怪你啊，三五十来天来看花嘞。啊，像今天去开会，三五十来天来来看花嘞。啊！你开发的人才，注定了将来不花，比厝较好个，比厝较好个啦。反正你出些机会都无，你你看了咱就咱这些新人啊，伊有通，伊有机会通新闻无？伊有机会通宣传无？反正你老远过台湾，很无聊。你想咱好，那原来做迄个就早。